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演员，我希望更多人认识香港电影。过去的经历有失落都有惊喜，有失败都有成功，但无论人家怎样看你，最重要有进步的坚持，有改变的勇气。致敬过去的自己，才可以迎接更好的将来。拒绝平庸，一枝独秀。Catch Trip and Evelyn。